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我手中的画笔可以画出生命线，施展爱的魔法。和我一起关注和支持善行武江思源巴沙自治区救护车项目，让救护车出现在最需要它的角落，就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。今天的视频录制很有意义，我参与的是2017巴沙明星慈善夜联合秒拍共同发起的画出生命线的公益活动。这次活动是为了巴沙救护车项目，为了改善五大自治区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及救护车辆不足等情况，为有需要的病患争取黄金救治时间，让生命和希望得以延续。我一会儿会为立体贺卡涂色，画出我心中的救护车，之后这张贺卡也会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我们一起为慈善出自己的一份力。这就是那张贺卡，慈善精神，为爱永存。开始了，首先我画的是救护车的红十字这一个标志，它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标志，代表了救护车，然后让它行驶在路上的时候，大家一看就是这是救死扶伤的车，就大家就会自觉的让开，然后在危急的时刻可以为一些病患争取宝贵的时间，然后有畅通的道路。好，这个红十字画完了，救护车的标志。然后红色很显眼，所以说在这里也要在这下面也要画上，让大家第一眼就能看到。好多呀，好，涂到这里吧，然后在这里写一个字。因为太难，我就不再画画了。然后我现在要给车灯安上蓝色，因为一般救护车还有警察车辆都是安上蓝色。然后还有我要给它的车轮画上绿色。因为绿色代表的是萌芽的颜色，春天万物复苏，然后大地一片新绿，所以也就预示着说所有得病的人能赶快好起来，然后痊愈，赶快痊愈，所以说也是寄托了一个希望。在的前面画一个，还有什么颜色呢？在前轮就也再还是画上绿色。然后写上口号，口号是慈善精神，为爱永存。
是。这是我画的救护车，是一个可爱的小救护车，希望能带着这份爱心传递下去。对，请你，请你。来试一下。感谢大家来看我画出生命线，喜欢我绘制的贺卡吗？和我一起传递爱心，慈善精神，为爱永存。看秒拍，汇聚爱心，你我同行。